你们应该会很好奇，为什么我的 vlog 的这个 intro 突然间换掉了？这个 intro 我已经用了这样久了，是因为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用了这样久的这个 intro 没有，就现在才寄那个 copyright 给我，所以逼到我一定要把这个 intro 换掉，所以我变了，这就是新的 intro， 希望你们喜欢啦。OK， 继续。What's up, guys? Another new day, another new vlog. So， 现在你们看得出我非常非常兴奋吗？看得出吗？看得出吗？对，看得出。因为今天呢，我要来接第一个所谓的代言。不是大爷，其实就今天呢，我有一点正经事要做，所以我们现在去到 studio 那边，再跟大家讲今天我们到底要做什么。OK, so 今天我们过来这个 studio 主要目的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其实在今年的年头有一个 video 还有出现过啦。What's up, man? Hello, 今天说话，今天说话。然后他刚刚创立了一个新的一个衣服品牌，一个 brand， 他就讲来找我来帮忙拍一下那个像是类似代言照之类的啦，所以我们今天在 studio 这里。来 ，Founder 来讲点话，关于你的衣服品牌。No comment. No comment. Like seriously? Yeah.Nah, you gotta be kidding me. OK, 然后刚刚、哦、我们的 founder 们呢拍我们的这个叫做产品照片啦，就大概拍了告一段落，然后现在我们准备一下要拍那个 model 照啦，然后现在我们的场面有一点小混乱，还有我们穿过的裤子，有人要吗？现在我们这个 indoor 的这个 model 照就拍完了，现在我们要去到外面拍这个 outdoor 了啦。因为今天只准备到一台相机的关系，所以刚刚我们拍摄过程完全是没有拍进来的。Hi. Rules by force， 你还没有好好介绍你这个到底是什么牌子的，等下讲卖得出。No comment。没有人卖东西一件 no comment。弄这么，我要给他这50块啊！他真的是一个我看过最蠢的人了。那时候我的脚架哦，就在拍完我的那个 Q&A 第四集过后就不见掉了嘛。然后我就去他的板凳，他的脚架，然后我用了一个月过后才发现他的脚架不见掉。然后不用紧，他就跟我讲，啊、你给我一个50块，这个脚架就是你的。Customer 有没有这件？啊 ，Customer。真帅耶！我在拍呢。结果买来觉得。Hold up. Is that the model comes？ 啊。啊。Hello, models.OK， 这里今天就是我们的 last station 了。然后这里我们来到一个就是该 studio 的那个后面这里啊，还是整个空空的后巷。然后我们要拍一个 outside 的 model 到这边这样子。OK，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拍摄终于告一段落了。然后今天这个相机就会交给我们的founder， 所以这个 vlog 我们明天。接下去，拜拜。OK, back to the vlog. So, 那个 Rules by Force 的衣服那个链接我会放在底下啦。然后现在我们要去做那个考车的东西，就是去报名那个考车，因为我18岁了。哎，因为我报名考车嘛。然后现在那个考车那边人会过来载我们，等一下让老板来吧。Kena pakai baju ada collar, seluar panjang, kasut, IC original. Okay. Okay, terima kasih. Okay, thank you. Okay.我现在剪接剪到这里才发现，原来我当天没有做到结尾。你们一定没有想到，我们这个 vlog 竟然是分了3天来拍，明明应该是一天的行程。OK 好，没关系。所以我再讲的是这个 Rules by Rule by Force 的这个连接呢，我会放在 description 那边。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按去买，它的价格是非常平民的啦。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个 video 的话，就 make sure 给这个 video 一个 like。如果不喜欢就按分享。不是记得，喜不喜欢就按红色订阅，然后呢红色订阅也不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接收影片的第一个消息。So，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拜。那你要我怎样把你？啊，对对对，我不好讲话你。